gosh. 中村克三个别找天菜当男友的理由。中村克27岁，日本知名的游泳选手，他的身高183公分，体重80公斤。2018年8月，他代表日本参加雅加达亚运。他在男子50公尺自由式获得金牌，他有英俊的脸孔，健壮的身材，但是他不适合成为你的男友。为什么？三个理由告诉你，继续看下去。一，他太优秀了 ，No pain no gain。我们都知道，想要成为一位杰出的运动员，必须付出许多的时间，这代表着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陪你。约会的时间也会变得很少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常常出国去比赛，一次出去就是好几个月，这会是一场远距离的恋爱。虽然现在科技很进步，但还是比不上真正的拥抱，对吧？更何况有这样的另一半，但是却不能说抱就抱，太煎熬了吧。二， too hot, too spicy。 来，有影片有真相，先看再说。现在擦擦口水，回到现实生活吧。看完这些片段，相信你会明白，像他这样的男孩子都是男女通杀的万人迷，这代表你会有很多竞争的对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有足够的自信心能够战胜自己的不安全感吗？或是说你会整天怀疑他有没有出轨呢？三，一个哲学式的思考。一件美好的事物，你需要做的就是从远处欣赏就好， not own it。 这样一来，你就不会嫉妒、失望或是愤怒，因为你不曾拥有。所以中村克的美好，欣赏就好，这是我们唯一需要做的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支影片再见了。